欢迎收听幺五公益社，首发演员邓丽初，下集聊谁啊？我们民间故事呢，还有一段呢，九鱼化龙，九鱼化龙，这边来看哦，来这边也潮，这边也潮哦，到了鲤鱼口哦，鲤鱼口，相当的神似哦，相当的神似，好像符合我们过去哦，啊，我们传统民间故事哦，九鱼化龙哦，九鱼化龙。来结合的呢，啊，这台湾是咱台湾的艺术哦，咱台湾的艺术，这个打雕吼，这个打雕，来看卖吼，这个内容不凡啊哦，不凡啊，不简单哦，不简单。你看我这无下无肥吼，无下无肥，所以讲呢，啊，你的基本功吼，他们的基本功相当的重要吼，相当的重要。所以讲呢，啊，你的呢，无下这些无肥这些年纪啊，你到呢，安尼顺利一次咯，算是无简单哦，无简单，再是感谢吼。有相当大的基本功跟默契哦，你啊看，你啊一个相就是规日做伙，规日做伙哦，规日做伙，啊所以讲伊的基本功非常的重要哦，非常的重要。来，再次我想多一点哦，感谢你，我们余耀龙本人相当精彩的演出。感谢哦，非常感谢。